老师，我要请问你一下哦，这个2017年和那个2020年的洛香青有同一样茶吗？这片茶真的是很好咯，我妹妹喝的哦，那这片茶哦，她的手臂麻痹啊，很久了，现在已经好了，还有那个飞蚊症也没有了。她讲喝了哦，全身烧烧哦，早上也烧烧，晚上也是烧烧，连骨头都烧了。后来她讲，我就开一片来喝，喝了也是一样哦，也是全身烧烧哦，到晚上都烧烧哦，那个骨头烧烧哦。我们喝这个茶有整个夜了，又很有力哦。很有力做工哦，很有力跑步走路哦，他很强啊，这片茶真的是很强啊。我的先生有一天哦，三个星期前哦，他起身哦，半夜起身，他的头哦不能转，两边都不能转，转左转右都不能，这很痛，他讲不能转。后来我就泡这个诺香青给他喝了，喝了哦，早上喝哦，下午就好了，很有见效哦，这片茶真的是很好啊，这片茶，他的连骨头都烧的，还有我的肩膀啊，我的肩膀不总打第三针啊，加强针哦，也是那个手不能拿哦。也是喝了这个诺香青也是好的，我们到现在还在喝这边诺香青啊，它真的是很热气，很有那个气很强啊，那个气，你早上喝啊，到晚上啊，那个身体还是烧烧的，半夜都是还是烧烧的，整天都是烧烧的，它气真的是很强啊。这边诺香青哦，老师哦，真的是很好，因为它有那个气啊，气强哦，可以改善那个身体的骨啊，我是觉得啦，那个骨啊，它可以改善那个骨比较强啊，我是有觉得啦，因为我是要知道这片茶的原因嘛，我们就天天都在喝这片茶，我们喝了剩半片了，剩小半片罢了。这片茶真的是很好，可以分享。